哎，是那屏东念了八只瓜了，咁能说秘鲁？哎，是那11月2日，咱北阿拉比比宁恩，我那一年3600平刷北极一刷，咱北阿拉比比宁本就搞旺旺，阿伯在做一刷，嘛哩达嘎了，瓜了当那故事馆，哎，是那秀白，阿伯在刚刚一年嘛哩达嘎了刷。 瓜了，当那爱伊，我那做马西尼马扎拉，马达拉巴20倍。11月2日，哎，是那屏东念了八只瓜了，咁么能个秘鲁？咱北阿拉比比宁恩，我那一年3600平，我在你达拉上阿拉马家庄，本就个旺旺早。阿伯在伊说，马里达嘎了红里故事馆，当那修白。 阿伯在刚刚一时，嘛的炸了瓜了，当那我在你顶顶，我你当那爱伊嘛炸了做20倍，而且那屏东刷某某个瓜了早就做了嘛张张了。过去一周是不是生意有明显比较好？对，明显很好，就大概有一两倍这样子。我们大概做了150箱，可是现在目前只剩下大概剩一两箱了。对，而且那一两箱也是。 就是人家已经预购的，以A级货现在的一个价格来算的话，农民的一个收益大概是25,000。可是我们用这70公斤的红梨去制作这些啤酒的时候，我们的这个收益呢是销售额是50万左右。屏东县当那原民处也是八只不止半个刷瓜了，比如一刷，第二个你妈打喇叭，过来是嘛是五百一年。 个八只半个，咱北阿拉比比宁恩，阿里是刷珍珠早补啊。马个那刷瓜了呀，带住阿里不是个人拿台酒公司，搞么那个一年，那么了阿年年，第二是那沃拉在哪哪到了恩珠阿拉比比宁恩。未来我们就是会再春节前会继续的再出一个档次。那另外也是销售行销的路线，也会希望能够针对国际化，因为毕竟。 台湾的红梨比起南美洲的藜麦，它的营养价值跟风味是更好，所以呢，非常适合走国际路线。处长吴丽华马加西，那里埃些巴子本乌迭布拉因那卡拉纳纳库卡，那阿拉伊多姆鲁瓜鲁比鲁布阿早呀，说埃些某某个瓜鲁早，迭阿拉伊多姆鲁刚刚阿拉因万多个。 阿麦扎玛加夏诺妈妈能，还是那原乡某某个瓜了早，但是乌那拉玛尔，马达拉巴诺里乌那妈妈能不得给叫啊，巴尼多么多多路咖喱。